而如果您过年期间也要到台中玩的话，怎么样吃喝玩乐只花199块钱就可以玩得尽兴？请看我们的报道。又白又嫩的萝卜糕，还有这一碗 Q 弹有劲的福州意面，喝上一口让你想到阿嬷的古早味红茶。199玩台中怎么玩？我们带您到台中旧中区吃到饱，吃到撑。人生鼎沸第二市场，这摊大排长龙，肩板上雪白的台式萝卜糕整齐排成田字状，轻轻一掰，表皮微焦，软嫩中带点香酥口感，搭上一整颗荷包蛋，还有香 Q 的糯米肠，这一套老台中人最怀念。小时候就还蛮常来这里吃啊，口感吃起来蛮细腻的啊，然后蛮 Q 的，不会太绵。来，都给靠在一起了。金黄色手工面条，高汤穿烫过后，拌着葱花和肉燥，在市场里占个小位子，大口吃面。传自大陆福州的老滋味，这是学生族下课最爱的私房小吃。很好吃。下课日常会来吃。对呀、啊。老台中人必吃必喝，还有这一杯深褐色茶水放进了碎冰搅拌，古早味红茶特别调配过的比例，即使退冰了，还是保有浓浓的红茶香。我家住旁边附近啊，所以就没事就会来这边，然后来买一杯来喝的。距离第二市场不到1公里，古迹改造这家凤梨酥店荣登杂志排行台中最夯景点之一。饭后逛上一圈，消化一下剩下的89元扣打，再贴个1块钱，还可以奢侈的来上一球冰淇淋。玩台中从火车站出发，吃遍老台中、新台中人必吃小吃，两张钞票，一双脚，超省玩法，让你走到哪吃到哪。民视连 Vinny 自选台中报道。